凹陷修复保留原车漆，修复原型。这是一个比亚迪宋 Pro， 它这个撞到树上了，上面的痕迹就是咱们用漆料给它擦掉了。我们先用专用的工具大敲板，然后给它修的大型，再做了一个支点工具，很简单，用木棍搭了一个支点工具。咱们先把上面部分修完，然后先看看效果，下半部分然后再接着精修。金龙上边修好了，手艺人把手艺做好，下边还没开始修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奸商，细活没开始修。凹陷修复保留原车漆，修复原型。